现在全国各地每年都有大量的种子送到我们这儿来，这每一个新的种子给它构建一个指纹，并且要跟库里已有的十万多个品种那个指纹都比一遍，比一遍，如果说有相同的，那它说明它这不是新的，就是已经有过了，它就换个名而已。它只有跟原来这个不同，并且有明显差异，才能认定它这是一个新的品种。